我们希望呢，你呢一个月呢吃一餐素，一天素啦，我们会帮你把便当送过来给你吃。COVID-19 在美国病例已经超过40,000人，素食可以提升健康、守护地球，更是面对疫情的关键之一。慈济志工以人与人之间零接触为原则，扩大推素。早安，虽然不能在会所活动，他们也把它PO到网络上来互相分享，一方面也让妈妈们都能够开始相信斋戒，也同时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。再来看看马来西亚，志工利用网络科技线上学习，不断精进。不过当地确诊已经超过1,000人，防疫措施严加戒备，志工一点一滴汇聚力量，制作防护面罩送上医护前线。总共起来呢，我们就做了5,500个这个面罩，因为上回有说过，慈济呢可以做第一。但是不要做唯一，当大家都可以来帮忙一起做面罩哈，来大家也把各自在各区哈来送爱。全世界瘟疫爆发是全体人类共同承担，团结一心，不分你我，谨慎防疫度过难关。这种真的名副其实就是灾难呐、啊。但是呢，人类有没有警示的觉悟呢？人命动物命啊，大地之上万物之命，我们都要爱惜它。所以我们茹素很重要，你带动人人茹素。今世的肺炎疫情带给人们的是警示觉悟，以身作则，爱护生命万物，也能守护自己的健康。带新闻杨爱婷、苏国志、花莲报道。